的探险是跟直播团一同出外拍摄。据传，他们的探险团员中最大胆的是团员丸子。然而，这次我们前往的地点是我们之前去过的一栋老屋，也是我们公认最阴、最危险的一间废弃房子。以大胆著名的直播团，就是认为哪里阴险，我们就该往哪里去的精神，同意了这次的行程。殊不知，这次探险将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。这也是出场，太精彩了！因为以前开机车的，是修汽车，还有抽油打吧，应该是抽油的。应该是仓库吧。嗯。广告下去。我这个是他们大家庭吗？好 OK。下周你到，你到就好一下哟。我们上班，哎，我要点歌吧。一首，恁几啊？歌应该很古老的歌。丸子哥，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嘞？有好奇心，没关系啊，人总是有好奇心。之前也别再来过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会讲说来探险尽量不要动人家的东西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只要是凶宅或者是在这种地方有人过世过，那他有时候生前喜欢的东西，就会有他的念存在哦，啊，你若去挡着伊个物件，它就会产生它的共鸣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去探险的时候，要是常去动人家的东西，我会又对着，还是又卡着，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无意间碰到他某样很喜欢的东西。比如说我们曾经有去那个一间废弃的，然后也是小孩子在里面往生，然后我们遇到的事情就是。他们在里面的时候，无意间去碰到那个小女孩，她生前最喜欢玩的那只娃娃，阿德给我们卡掉。哎，这个是我之前处理过一个小女孩的案子，然后人家也是自己跑去夜游嘛，我就问她为什么会卡到，她说她也不知道，她去碰了一只娃娃，然后后来人就不舒服。她有带走吗？当然没有啊，她就是拿起来也是像你这样子动一动而已啊。所以阿栋之前还跟他说声不好意思，也是完全不能碰。打个招呼至少要吧。哦，好，拍谢拍谢，过去大亲戚、兄弟、阿爸阿母，哦，拍谢啊，这看者，看看我死长的。无，你即摆讲嘛袂赴啊，你已经当啊。是啊，啊，反正都到死啊，好，那再看一下吧。哇，都很酷了。好，我放回去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是不是看笔记本啊？应该生前他们有做笔记哦。所以啊，我当晚之前来说，不好意思，再看一下。嘿啊。哦。啊，拍摄啊，再看一下哦。哦，拍摄。啊，不是这本餐，啊，不是这本餐，是，不是不给你看，是真的不给你看。这里面有他们资料，里面他们的私人资料，所以不方便公开给你看。还在搞安保诶，唔知有两百块，啊，歹势啊，再看一下哦。你无看卖内底有头毛吗？无诶，拢空空诶。真的好一点，这边好热啊，热到爆了。
今仔就是咧夜过，无想无输穿咧外套。是啊，我就后悔了。我内裤全是湿的。今天蜘蛛网以后，应该很时间很久了。而且，这种木头是日据时代才盖这种的嘞。嗯。日据时代，为什么日据时代会盖木头嘛？因为他们跟日本回到啊去外县市，他就是想回家。他们家而且日本家乡是用木头制作的，所以他看到木头就想到他们家。不是，是因为台湾的木头很多。嗯。哎，怎么镜子啊？哎，镜子是为什么是倒过来的？嗯。鬼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他用镜子是？双重镜子，然后一个是倒过来的，很奇怪。是上面有一个镜子，然后下面有一个镜子。我从来没看这种摆设。嗯，这很怪啊！他在这个穿堂的地方，然后设一个镜子，他这样子会等于让那个煞气回冲。哦。嗯，一般的人不会这样放，最多放也是放那种八卦镜啊、风水屋那种东西，很少人会。在这种地方放一个镜子，而且还放了两个。哇，他的灶咖在最后面。嗯。他的厨房在最后面。对。啊不，厨房不是那边吗？厨房隔壁那间。对啊，这边看起来也像厨房。嗯。它应该是原本设计是厨房，然后后来又加盖了。哦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手上有这些事，没关系。然后下一件，下一件，还是温度哎，高压温度那么高啊，80度，80度。我也好像它显示80度，到这里了。好，还写80度。这一间锁起来。没有吧？是吗？我把它拆开看，我看一下。放弃。应该锁起来。嗯。看不到，你这样拍。能不能看清楚一点？现在这边被收起来了。那个前面还有照片，里面有照片。不要照。广告收掉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很掉，我想问这很掉了我，我大胡啊。里面有东西。我刚刚前面在注意的就是这两间。嗯。我先去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增压吗？正在用的。它这样贴早就没有效果了。这种正在辅要这样子贴好，或者是辅贴。
帮你们。吃一个槟榔壮壮胆。嗯。哎，不要吃。没关系啊。我吃不起来。今天我告白陪你。我看不看清楚啊？好哦。上面有东西吧？有水泥，再晒一点，晒一下。然后一起做什么？这边，你这边吧。因为我刚不小心把布撕下来，你这边不要待太久。走出去外面，你走出去外面。丸子，起来呀、啊！